开多少这个？1000嘛。中间这个位置呢，有个雪花，有雪花的地方相对来说总就会粗一点。那么抛光出来之后呢，整体的一个晶体颗粒感也会粗一点。1000不低啊，1500嘛，加500了。也是很干净的。那想卖多少嘛？你直接让他落个价嘛。3000吧。还是要3000啊？这条开什么价？开3000。这条有点意思哦，有点偏红翡秋天的一个感觉。两条一起谈嘛，3000。两条差不多了嘛，这条给你看1500，这条1500嘛。两个4500看不到，再加一口了，3500一手走，反正两条一起出嘛，你总有一条挣钱的。我是看着今天有这一条颜色有点特点，我这一条给你多加一点，两条3500，这条能打2000，这条只能看1500的，行吧？能出出了吗？好，转过去了啊！你看每天找货、都是这样，本来只想出来收一条，结果一次性收了两条，这条直接一起拿去加工，看一下起货出来错误，有谁适合的，到时候一起出了，走吧。两条手镯呢都已经起好了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哇塞，看这个蜡绿色阳春白雪的一种感觉，整个色调呢就非常清爽。然后另外一条啊，锦鲤红的，整个给人的一个感觉呢就是秋风扫落叶，风止意难平，满满的都是秋天的味道。其实这两条我觉得3000多拿下来还是算捡到了，你们觉得呢？